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让我们有请上海国际电影节30年特别见证人陈凯歌、周润发。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honored to welcome the special witnesses of the past 3 decad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陈凯歌 and 周润发。大家好，我是陈凯歌。大家好，我是周润发，很高兴再回到上海。不知不觉之间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走过了30年。上海创造了这个电影节，而电影节也见证了这座全球的超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16年前，我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担任过评委会的主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6年以来，我还一直在进行创作，也因创作而越来越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越来越重要了。越来越多的做电影的人来到这里，因为热爱电影、尊重创作而共襄盛会。我在2012年得到这个舞台给我的支持鼓励，我得奖了。往后10年，我来了很多次，就跟国内、国外的朋友们相聚。我感觉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容包容，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在融汇在一起。所以，天南地北，电影人回到这里，就好像回家一样。确实，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星光闪烁的。今天还有一位我们很熟悉的老朋友将来到这里。各位朋友，欢迎杨九琼、李逍佑。我是杨紫琼，大家晚上好。这是我第5次来参加上海电影节，我真的非常高兴可以回来上海跟你们见面。这个今天聚集在现场的人呢、可以用二位合作过的一部经典电影来形容，《卧虎藏龙》。上海电影节创办30年了，如同一个人进入了而立之年。我30岁的时候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对我个人具有特殊的意义，也让我们用镜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一部发轫之作。30岁真是个好岁数。我25岁拍了《上海滩》，舞蹈30岁。那个时候拍的都是在香港、澳门两地。开始拍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深深的感情和向往。结果到80年代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到上海来，我的感觉很激动、很踏实，就好像回家一样。我30岁那年，
我付出拍了警察故事三，我发现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拍电影。我这30年来一直没有停下来，之后也希望我可以继续拍下去。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爱。三十而立是说什么呢？是指前途在望，困难仍多的时候，人的精神有能力立起来了。上海电影节也一样，相信它会越办越好。送给电影节的礼物只能是电影。今天我带着志愿军雄兵出击摄制组的部分主创人员来到了现场，他们是演员朱一龙、张子枫、朱亚文、陈飞宇、肖央、黄晓明和张佑浩。感谢他们在这一年以来参与影片的拍摄所走过的艰苦历程。祝愿影坛长春，祝愿收获丰富，祝愿所有电影人在这里受我他的梦想，受我他的精彩，预祝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成功。Film festivals are platforms for people like us to share, to embrace, and for audiences to appreciate and lov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s the place to create these moments. As a longtime friend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lease allow me to welcome all the guests here tonight.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分量让我们相信，以电影为信仰，拍出好电影是我们不变的使命。让我们共同努力，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加油！加油！谢谢各位来宾，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三位杰出的电影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现场。我们现在是在上海大剧院，面向海内外进行现场直播。您可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东方卫视以及咪咕视频、腾讯视频、百视通收看我们今晚金爵盛典的全程直播。This year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e're thrilled and grateful for all of you here to share this grand celebration of cinema, either on the scene or through the live stream on TV and online platforms.今晚我们海纳百川，与光同行，向上海国际电影节的30年致敬。作为中国唯一亚洲一流的国际 A 类电影节，30年来金爵奖杯熠熠生辉，照亮了无数电影人的追梦之路。而上海这座城市也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陪伴着我们前行。作为党的20大胜利召开之后的第一个上影节，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舞台更加闪耀，而推动电影事业繁荣发展的目标愈发清晰。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美妆品牌迪奥，指定珠宝品牌伯爵，指定腕表品牌积家，明星指定用车凯迪拉克，指定 5G 元宇宙战略合作平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指定饮用水百岁山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今晚祝愿我们共度一个难忘的中国上海之夜，共享一个精彩的世界电影之夜。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金爵盛典的各位领导。
Now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the officials attending today's event. 他们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龚正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yor of Shanghai.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王小珍。王小珍 Member of the Leading Party Members Group and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edia Group.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慧琳。周慧琳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刘多 Vice Mayor of Shanghai.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肖桂玉。肖桂玉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hanghai Committee. 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宇。毛宇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 Film Administration.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超琼。Hao Chuki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王小珍致辞。First of all, please welcome Wang Xiaojun,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edia Group, Chairman of the 25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rganizing Committee, to deliver the speech. 尊敬的龚正市长，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光影逢盛世。华灯耀深城，值此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之际，我受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单海雄同志的委托，仅代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关心支持上影节和总台工作的海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电影在高度浓缩的时间与空间里交流情感，传递文明。从诞生开始就深受世界人民喜爱。上影节创立至今的30年里，见证了中国电影事业产业快速发展，为提振行业发展信心、激活文化市场注入强劲动力。30年光影，弹指一挥间，今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文化传承发展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作为当今世界体量规模最大、业态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综合性国际传媒航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海内外电影人紧密协作，持续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影视繁荣发展。我们助力中国电影创新，让光影与视听互融互通，创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推出中国首部进入院线的 4K 超高清直播电影《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华诞，中国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失的电波》，与大剧同步打造的史诗级电影《跨过鸭绿江》，以 5G加 4K、8K 加 AI 科技创新拓展电影样态，讲述中国人追梦圆梦的故事。我们展现中国电影魅力，让经典与时代同向同行，充分发挥总台国际领先的强大媒体品牌资源，与上海市政府我们共同举办上海电影节，还有其他几个电影节，为电影市场注入了新动能。明天我们将在总台上海国际传媒港举办2023中国影视之夜，汇聚光影中的温暖烟火，歌庆时代，共襄盛典。我们讲好中国电影故事，让中国与世界相知相亲，充分发挥68种语言等国际传播优势，译制了14000多部、45万分钟的中国影视精品，创新推出了中非情缘、中拉情缘、中亚情缘等影视展映活动。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访华之际，
我们发布中法合拍纪录电影《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等五部作品，以影会友促进民心相通。30年来，上影节见证和推动了开放、多元、协作、团结的世界电影发展新格局。今夜的黄浦江畔，我们以文化交流共绘新画卷，以精品力作礼赞新征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愿与海内外朋友携手奋进，同开新篇，用光影的力量润泽心灵，传承文化，传播文明。预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谢谢领导的致辞，辛苦了，请您回去入座。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名誉主席龚正宣布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Please welcome Gong Zheng,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Mayor of Shanghai,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25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rganizing Committee to declare the opening of the festival. I 宣布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谢谢，请一步就坐。Film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transcends borders and cultures. Th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 may vary, we're united and touched by the power of cinema.Today, as we celebrate the grand opening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let us embrace the diversity and the charm of film art and share the joy and inspiration it instills in us. 今晚金爵盛典的主题是海纳百川，与光同行。海纳百川有着特殊的含义。上海是开放包容的城市，它始终张开着双臂，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而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永远是面向全球电影人和电影作品，它表达着关怀与包容、支持与鼓励。与光同行是一代代电影人的信心和决心，这也是30年来上影节作为我们追光逐梦的陪伴者、引领者，让我们看到了光影前行之路上的诗和远方。海纳百川，因为爱。与光同行，向未来。在充满爱和希望的氛围中，让我们隆重请出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个评奖单元的评委会成员们。首先亮相的是金爵奖短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us warmly welcome the members of the jury panels for each award category for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of the 25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irst of all, please welcome our international jury for the Short Film Unit. 让我们有请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台湾制片人、监制焦雄平。President of the Short Film Unit, Peggy Chow, producer from Taiwan, China. 评委英国动画师导演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 animator and director from the UK.评委中国导演编剧张大磊。张大磊 director and scriptwriter from China.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三位，我们也感谢这三位短片单元的评委们，谢谢你们，请入座。辛苦了。 Thank you, please get seated.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Now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for the documentary unit of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他们是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瑞士导演克里斯蒂安·弗雷。President of the documentary unit, Christian Frey, director from Switzerland. 评委北马其顿剪辑师阿塔纳斯·乔治耶夫。Atanas Gilgiev, editor from North Macedonia. 评委中国导演居安琪。居安琪 director from China. 欢迎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们，欢迎三位，请入座。
Thank you. Please get seated. 好，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动画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Please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for the animation unit. 他们是动画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日本动画制作人真木太郎。President of the animation unit, Daro Maki, producer from Japan. 评委英国动画师导演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 animator and director from the UK. 中国香港导演黄家康。And Huang, director from Hong Kong, China. 谢谢动画片单元的评委们，欢迎各位，欢迎入座。Thank you. Please get seated.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评委会成员。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for the Asian New Talent Unit. 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吉尔吉斯斯坦导演、编剧、演员阿克坦·阿卜德·卡雷科夫。President of the Asian New Talent Unit, Aktan Arimkubat, Director, Scriptwriter, and Actor from Kyrgyz Republic. 评委中国香港监制许月珍。Jojo Hui, Producer from Hong Kong, China. 评委日本导演石川庆。Kei Ishikawa, Director from Japan. 评委中国导演编剧陆阳。陆阳, Director and Scriptwriter from China.评委中国演员杨子姗。杨子姗 actress from China. 评委中国演员易烊千玺。Jackson Lee, actor from China. 谢谢亚洲新人单元的评委们，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入座。 Thank you, please get seated. Enjoy your stay.好，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要隆重请出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成员们。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it's time for the jury members for the main competition. 他们是评委中国导演编剧张律，编剧并执导的《白塔之光》入围2023年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执导的多部影片曾先后入围威尼斯、洛加诺、戛纳、柏林等重量级国际电影节。张律 ，director and scriptwriter from China。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评委印度尼西亚导演、编剧、制片人加林努格罗，印尼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之一，他是开启印尼电影工业新时代的旗帜人物。导演的《爪哇安魂曲》《我身记忆》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枕上夜》获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评委会大奖。Gary Nugroho, director, scriptwriter, and producer from Indonesia. 欢迎评委印度导演演员兰迪塔达斯，2005年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出演的《这是我的家园》获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执导的《芒多传》入围戛纳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Nandita Das, director and actress from India. 欢迎。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评委德国摄影指导卢茨·赖特迈尔，担任摄影指导的多部影片先后入围威尼斯、圣丹斯等国际电影节，并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Lutz Heitmeier,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from Germany. 欢迎评委中国演员宋佳，主演的《冰之下》《风平浪静》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萧红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宋佳 ，actress from China。欢迎宋佳。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评委中国导演、编剧、制片人文燕。曾出任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的评委。Vivian Xu, director, scriptwriter, and producer from China.
欢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波兰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画家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自编自导的《登船》和《必要的杀戮》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出发》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叫喊》和《驴叫》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月光》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president of the main competition unit, Jerzy Skolimowski, director, scriptwriter, producer, actor, and painter from Poland.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我们的评委会主席，我们也再次欢迎所有的评委的到来，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真心的感谢和欢迎。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电影人们都能够在本届的电影节当中取得佳绩，收获成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致辞。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our Mr. Jury President to deliver the speech.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for even for some private and somehow sentimental reasons. My father was born in northeast China over 100 years ago.Where my grandfather, the famous Polish architect Kazimierz Skolimowski, devoted himself to designing the urban plan for one of the cities. A mere 1,000 kilometers from here.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的家族与中国颇有渊源。100多年前，我的父亲出生在中国东北，我的祖父在那里。波兰建筑师卡奇米日·斯科利莫夫斯基曾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做出贡献。就在离这里只有1000公里的地方。I haven't had a chance to visit, but being here makes me all the more grateful to be able to immerse myself, even for a brief moment.In your magnificent culture, feel your country's dynamic energy, ponder on its long and great history. 虽然还没有机会造访，但是我很幸运能站在这里，身临其境地感受壮丽的文化、国家的活力和悠久辉煌的历史。But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the film, an art form which, like none other, has the power to transform us, make us reflect, dream, and sometimes strive to be better.Which has the unique power to bri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Teaches empathy and bridges distant cultures, showing how much, despite all our differences, we have in common, how universal are our passions, our problems, and our desires. 当然，我们是因为电影相聚，电影让我们改变、反思、梦想。努力变得更好，其独特的力量能拉近你我，连接文化。电影告诉我们，你我不同，却也相同。Let's cherish the celebration of cinema. 让我们共同珍视这个电影的庆典。Thank you. Thank you, Mr. Jury President, for an inspiring and touching speech.Thank you for all the juries and enjoy your stay in Shanghai. For the next 8 days, it will be tough but joyful.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们。接下来的八天对于各位来说是辛苦并快乐着，谢谢你们，请入席。 Please get seated。 谢谢，再次感谢各位评委，未来的几天时间当中各位要辛苦了。那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上海大剧院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现场。此时此刻，我们的金爵盛典正在通过咪咕视频、腾讯视频、百视通在网络上进行全程的直播。那这儿呢，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美妆品牌迪奥，指定珠宝品牌伯爵，指定腕表品牌积家，明星指定用车凯迪拉克，指定 5G 元宇宙战略合作平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指定饮用水百岁山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上海国际电影节之所以越办越好，离不开合作伙伴们的鼎力支持，更离不开电影人的爱。每一部优秀的电影都表达着电影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电影的告白。 The passion of the filmmakers for the cinema is condensed into each work that dazzles on the stag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day, some young filmmakers have put together a special program to declare their heartfelt confession for cinema. 今晚众多的青年电影人将在舞台上集结，他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情书，致自己，也致电影，更致台上台下的每一个我和你。有请他们。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为生，做银亮色的梦。一生为生，做梦中梦。多少人爱你遗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遗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一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栖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真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真是梦。一生外生，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我们在影视创作中身临其境，更明白当年为何而战，也知道我们靠什么赢得胜利。如他们所愿，今日灯火如昼，人间破晓已至。我们记录风驰电掣的战场，也演绎烽火中的一往情深。我们近距离触摸历史，也用光影致敬英雄。书本里藏着我们的青春爱情，也藏着我们的行动密码。阳光下的美好被瞬间打破，沉入黑夜，告别所爱，
但我们永远是无惧无畏的盗火少年。少年的你我照亮彼此，今天的我们生死相助，选择希望，选择相信。时光的流水日夜不息，青春的火焰永远不灭。我的电影之路从这里起航，金爵奖给了我新人的荣誉，也追寻着我去找寻自己的电影之路。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我是一名青年，但在百年光影面前，我们始终是孩童。我愿怀赤子之心，向光而立。何其幸运，我得以早早与热爱相遇，走进了这个充满爱与包容的大家庭。我将继续坚定地选择电影，向光而行。用手中的镜头去记录，用青春的态度去表达。感谢海纳百川的时代，给电影人一方最好的舞台。无悔青春与你同在，因为热爱，梦想花开。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来生，做一难做的梦，一生来生做梦中梦。谢谢，谢谢优秀的青年电影人们，因为热爱，所以梦想花开，因为热爱，梦想才能花开。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将隆重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届金爵奖参赛的12部影片。又到了我们金爵盛典当中每一位电影人最关心的环节了。Ladies and gentlemen, a total of 12 films are nominated for Golden Goblet Awards this year. First up, let's welcome Chinese actor Wu Jing and British actor Jason Statham to review the first 6 films. 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揭晓嘉宾，中国演员吴京、英国演员杰森·斯坦森，为大家来揭晓前6部参赛作品，掌声有请他们。大家好，这个是杰森·斯坦森。Hello, everybody. It's my good friend Wu Jing. 杰森，上一次来中国也是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时隔5年，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大家说的吗？你听懂了？我说 ，No. 固定重游，白干金血。It's a great privilege to be back here at the Shanghai Film Festival amongst all this great talent. I'm very, very grateful. Thank you. Me too. 很开心和杰森能够一起合作了一部《巨齿鲨二：深渊》。上一部《巨齿鲨》我们也是从上海电影节开始的。这是一部和许多的国际影人合作的深海怪兽电影。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制作出好的电影献给观众。I have to agree, absolutely agree with everything you said. Me too. 合作完学会了调侃我了。在历届的上海电影节的作品中，有很多优秀的国际合作的影片，让我像我和杰森这样的各国演员能够以电影为桥梁，交流互鉴，建立友谊。今天让我们一起揭晓前6部的参赛影片。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big screen. 你是写电影的还是电视剧的？不虚此行，我接过不少活，但一个都没写成。那你现在就是写陶瓷的？这个能养活自己。妮娜
俄罗斯、格鲁吉亚。第八个嫌疑人，他们几个人？两个，两个人，他们拿什么过来装钱的？塑料袋，塑料袋。你是？我是王哥。いろんな人がこんにちはって勝手に入ってきて、ここにいる方が私落ち着くの。日本。なるだけ肩の力を抜いて朗らかに生きた方がいいよ。お母さんのあなたのようにね。こんにちは、母さん。咁你估下冯提到入边噶？睇你选他，中国。我哋家姐哈，马上翻到以前嘅生活入边去，唔得咩？唔通你觉得我哋以前嘅生活系过得好咩？琴声素意，比利时。Zie je de kunst van de edelmoedigheid, liefde, tederheid? Dat moet allemaal in die muziek. 再次祝贺以上的六部入围作品，也期待着他们能够斩获金爵。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揭晓另外六部参赛作品，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导演沃尔善，中国演员夏雨。Now please welcome Chinese director Wu Ershan and Chinese actor Xia Yu to unveil the other six nominees. Hello, 我是 Wu Ershan. 大家好，我是夏雨。导演，你也很久没有来上海电影节了吧？还真的。是的，再次来到金爵盛宴。看到世界各国的电影人在这里欢聚一堂，又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是非常的开心。也不知道这一届哪部电影、哪位导演、哪位演员能够登上咱们金爵盛宴的封神榜啊。没错，能来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作品都不是等闲之辈，参赛影片更是榜上有名。作为一名中国的电影人，我衷心的希望能够与各国的同行交流合作，一起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人类的故事。是的，用电影这种方式进行合作交流，大家可以在影像之中寻找到跨越国际的情感共鸣，让世界各国的观众增进理解，让世界都充满着温暖的人情味，不再有寒冷的、冰冷的饥寒之争。好的，那就让我们继续揭晓接下来的六部参赛影片，看看他们各自带来了怎样的故事。请看大屏幕。被惹怒的电影人，伊朗。قدرت سینما خیلی زیاده. شاید من فیلم ساختی قانون نباش. 火种，英国。人生初日，意大利。Vedere la vita senza di noi è doloroso sempre, e non perché è bella o brutta, ma perché va avanti comunque。约瑟夫的儿子，印度。658公里，杨子的旅途，日本。遗迹的声音，西班牙。Wow, let us look forward to the exciting announcement of the winners in 8 days. 这些作品当中究竟哪些作品可以捧得金爵奖杯？让我们共同期待8天之后的颁奖盛典。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让我们掌声有请揭晓嘉宾中国演员舒淇、沈腾。
please welcome Chinese actress Shu Qi and actor Shen Tun to unveil the opening film of this yea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淇。大家好，我是沈腾。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汇聚了全球各地的电影人都在这儿了。是爱让电影人聚在了一起，爱就是永久的超能力。说到超能力啊，我们开心麻花马上要在暑期上映一部《超能一家人》，希望大家能够届时光临。而我今天呢，将和舒淇一起揭开开幕影片。首先我想问沈腾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觉得用尽一切努力去讲一个好的故事，这就是电影人的浪漫。哇，那还有呢？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体会一段非凡的人生，这是观众的浪漫。那舒淇姐姐，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今年的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好，请看大屏幕。我不想听你解释啊，我不听啊，我根本都不喜欢你，我根本都不喜欢你。我喜欢你还不行吗？我真的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你是幸福的做乜嘢发梦？我中意你啊！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我爱你》剧组团队的代表登场，他们是导演韩延、演员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ilm crew of Love Never Ends, our director and four leading actors and actresses. 欢迎各位。先问一下导演哈，我们都知道韩延导演是一位80后，那怎么会想到去创作一部老年题材的爱情电影的呢？在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还是得先感谢一下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把《我爱你》这部影片评选为开幕电影，这是我们所有主创的荣幸。谈到创作历程呢，我觉得可能跟我这几年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观察有关系。虽然我年龄还没有步入老年，但是其实我心里隐隐约约已经对于衰老、对于老去有一些恐惧或者疑惑。我通过拍这部电影也解决了这些疑惑，解决了这些恐惧。同时这四位艺术家他们就像我的老师一样，给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无论戏里还是戏外。我也非常荣幸，非常有幸能够跟四位艺术家合作。我们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叫《我爱你》，但是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都没有表达过对他们的爱。今天在这个场合，我觉得我也表达一下吧，我也爱你们。谢谢韩延导演的深情的表白，我们也期待着韩延导演又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力作。那倪大红老师，一直以来声线都非常的特别，您先用您最特别的声线跟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晚上好。倪大红老师，您和其他三位演员是第一次合作，那尤其呢这一次和惠英红老师在其中呢是扮演了一对爱人，碰撞出了什么样的不同的火花呢？不好意思了。因为电影，因为梦想，因为爱情，因为志同道合的情谊。谢谢倪大红老师的深情。通过刚才呢，虽然隔着两位，但是我已经确认过倪大红老师的眼神了。感受到了吗？我找到了。倪大红老师、惠英红老师，
这部电影红红火火，想不红都不行。很女贵耶。惠英红老师，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看到了邂逅了一场黄昏恋啊。这部电影对自己来说是不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呢？非常大的挑战，拍了40多年都没有拍过什么爱情片，到了60多岁才拍第一个，对，然后呢还碰到那么好的演员，有大红老师、家辉老师，还有乐童老师，咱们四个呢，真的在戏里面没有特别去演，因为导演的功力非常好，把我们四个老人家都变成素人。很接地气，把真实的那种老人的心态完完全全的就展现出来，格外的期待。谢谢惠英红老师，期待着两位的深情演绎，预祝电影能够迎来开门红。那这一次梁家辉先生和叶童女士扮演的也是一对，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夫妻爱情故事？我们也请两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我们俩就是老夫妻了，所以就讲完了，就老夫妻了吗？对吧？没有，我们四个人加起来就251岁，21，251，别骗人，没有，反正四个演员当中我最老。但是我很幸运，我带着这个片子走进了这一届的国际电影节。当初导演给我看剧本的时候，我看到片名《我爱你》，因为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中国男人，所以《我爱你》这三个字从来没有出自于我口，所以我说这期机会来了。在我爱你的这个片子里头，我应该有很多机会去发挥，结果导演让我失望。我在片子里头从来没有说过，但是借着今天能站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我必须得说一下，导演红红、大红、彤彤，我爱你。And since this is a ve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here's a lot of friends coming from overseas, filmmakers, actors, actresses. So I have to, I am a very old type, very traditional Chinaman. So these three words never came from my mouth. But tonight,I have the chance to say this on stage for you all. I love you. 大家也在用掌声爱着热爱电影的人，爱着你们，谢谢。Thank you for your confession. 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剧组，充满爱的电影，也谢谢各位的用心，让我们可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感觉到更多爱的瞬间。再次感谢各位。Thank you very much. 确实，爱是经典的旋律，爱也是我们今晚的主题。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和叶童共同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唱响这永恒的爱。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enjoy the song Love, brought to you by the four leading actors and actresses of Love Never Ends. Please enjoy.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座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跟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就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谢谢谢谢四位优秀的电影人，有爱的人永远青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如此快乐的歌曲，令我们意犹未尽啊！他们都是拉着手开开心心离开我们的现场的，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our gala is drawing to a close, we hope you have enjoyed a delightful and memorable night in the beautiful city of Shanghai, China. 今晚我们因电影相聚，今晚我们因梦想相聚，我们共赴一场为期10天的电影嘉年华。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来感受华语电影的力量，也让我们共赏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之光。在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之际，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传承与创新中开启下一个30年，继续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关注华语，扶持新人，也将为中国与世界、亚洲与世界的文化搭建起桥梁，让金爵之光闪耀电影人的梦想。Tonight's gathering ha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10-day film spectacle. Let us envision the bright futur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wait to witness the glory of the award winners in 8 days.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2023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直播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让我们相约颁奖盛典，见证金爵奖的荣耀诞生。祝各位晚安。